家好，我是 Tony。 我今天来到汐止西湾路三段，今天要来造访如意湖、金明山跟柯子林山。我后面就是登山口，这里大概位于西湾路三段8K 到 9K 之间，从这边上行大概300多公尺，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如意湖。从如意湖出发，可以走一圈金明山、柯子林山的环状路线，再回到如意湖，然后再由这边下山。这样的行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好，那现在就出发了。一开始就是一段陡上的山坡路。山路渐趋平缓，前面左岔路往金明山、柯子林山，那右边下方就是如意湖了。先到如意湖欣赏一下湖景。如意湖到了，如意湖。如意湖还是一处算是山中秘境，大概只有登山客会造访这个地方。其实离公路大概只有10到15分钟的路程而已。这地方相当的幽静，清晨不到8点钟，只有我这一名登山客。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的欣赏一下湖景，待会再登山好了。山峦倒映在湖面。现在要离开如意湖了，回到刚刚的岔路口，现在往这边上，陡上爬往棱线，路旁渐渐出现一些岩石，快要抵达金明山的棱线了。对面那座最壮的山峰，就是昨天爬过的新山。远处是五指山巨人公墓，上面的风景展望会更棒。哇，金明山的棱线跟内湖的金面山有点像，新山从这个角度看非常的壮观。继续往上，哇！循着棱岩前进，沿途都是这样奇形怪状的岩石。前面是柯子林山，步道从巨岩下方绕过。这边又有一块巨岩，哇！步道是从巨岩下方经过，哇！这个巨岩可以避雨，哇！这也算彩色岩壁。哇！很壮观的岩壁路，这边有登山条，看一下。远处的山峰就是汐止新山，如果觉得新山的棱岩不好爬，建议可以来爬如意湖、金明山、柯子林山的这条棱岩路，路况比较好，同样可以欣赏到360度展望的风景，又可以看到新山的这个壮丽的山峦。接着我就循着棱线继续往上爬。来到这边，岔路，
柯子林山是往右边这边下去。原来是要绕过岩石下方，哇，这边的岩石都很壮观。继续往前走，现在开始渐渐下坡了，很优雅的一段林荫路，哇，现在又起风，蛮凉爽。好，往柯子林山，哇，柯子林山到了。柯子林山标高382公尺，土地调查局土耕点，后面就是柯子林山的山顶，四周都是树林，没什么展望，早上起风。所以其实在树林里面都觉得非常的凉爽，那就在这边休息一下再出发好了。好，出发了。哇，起大风了，好凉快。这边出现左岔路，往八莲路慈圣佛堂，仍然继续去直行。哇，很棒的一段山林路。这边左边有一个不明显的岔路，仍然去右边这条直行的路。从这边开始就全部都是下坡路了，一路走往如意湖。这边开始陡下，路况比我几年前来的时候好非常多。这段陡下的路段蛮有野味的，走起来蛮过瘾的。如意湖到了，沿着如意湖的湖岸走出去。回到如意湖了，绕了一圈，我又回到如意湖了。今天因为天气蛮凉爽的，所以今天的行程走得格外轻松，又有很棒的人烟风景可以欣赏，哇，还有这么优雅的如意湖，哇，今天行程太棒了。那今天的行程就在这边结束了，谢谢收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